今日咧就食厦门炒米八八茶餐厅，睇到啦，就 Main 街夹59 Avenue， 我哋落去睇睇。哦，冇咩嘢。Main 街59 Avenue， 落去睇下。这个厦门炒米嚟，这个都买，系，系啊，系啊，九个半啊，嗱呢个厦门炒米，最近就起价啦，起2元啦。之前买就7.5、9.5啊。厦门炒米，正嘢嚟噶。好啦，今日天气啊，好热啊，但系阴咧就会凉咯。摆低先，开张。有冇睇到啦？嗱。八茶餐廳，數目先。之前係7.5嘅，哇！一下起咗2元，咁上算。紙都冇張喎，冇錯，得個餐。之前食過噶，食幾好食。問題依家價錢太貴啦。摆啲辣椒，真系好味啊！份量几大啊？一个人，我一个人食唔晒。嗱，呢个厦门炒米，有啲咁嘅细虾，有啲烟肉，有啲叉烧，有蛋。就青辣椒啦、芽菜啦、葱啦，自己摆啲辣椒啦。哦，仲有啲咸菜啊，味道就几好嘅，不过价钱啊起得不少啦，9.5元。大家点睇啊 ？OK， 食咗先讲，拜拜。